非洲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轮值主席纳米比亚总统夫人根哥斯以及联合会成员积极响应，对彭丽媛长期关心支持非洲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表示高度赞赏。多个非洲国家总统、总统夫人、高级官员等出席本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场面感人。大家纷纷表示：相知无远近。 中国胜亲邻，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向非洲提供的无私帮助和宝贵支持，期待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携手共创美好未来。